because he is so tall. Oh, yeah, right. Older than he just turned two. 95 percentile. Uh-huh. Yeah. When people see them, they always thought, you know, they were twins. They were twins, you know. And Chris always got mad. Well, sure. He doesn't like him. Sure. Yeah, I would be mad, too. If anybody said, okay, so big, you're going to upset. And then they said, okay, Chris, you're even bigger.哦，睡着了哈。长针指的事儿，他懂吗？他懂长针吗？他懂长针吗？那不错。睡着了哈。不行了，已经撑到这会儿已经很不错了。他平常很早睡，很早哈。对，这已经不行了。睡好了，那睡吧。小 baby 的好玩儿。对，他平时早睡，平时就这时候就睡了。早好，早睡早起挺好的。要喝了牛奶，到了他的时间再睡。哇哦，that's a lot of。一点点声音，看眼睛，拿起来看，对，这样，不能有一点声音。哦，这样子。嗯。还要理发吗？要啊，没有人有空，没空。现在理啊。哪有空去？可以可以。我一会儿。那现在理啊，现在理现在理。小丁，我们现在给他小孩理个发吧。我有空去，等一下得梳妆小弟，要不然他烫头啊。可惜不能去，不是那个太早了，小西拿点装点什么的去，剃个光头。太好了，戴帽子吧，把这帽子戴给他。长的，而且稀稀拉拉的，像刺猬一样。他们都会长这个调，是不是？爱丽丝那长很好。他们没也没剪过，也没有剃过头发。哦，那怎么办？妈妈快走！不用担心。就是有一种就是安全的。这样。啊，是吗？我是不敢下手。对。我看你们小 BB 他穿棉衣，我这正好有一套，真新的，没有穿过。你看，穿的跟穿，这是别人送过的，我不知道他会不小啊。他刚刚可以，再不穿就不行了。是不是啊？我看他挺大的。他如果里面穿牛角，还穿皮鞋，我也不知道。你拿去试试吧，不行的话再说。行。真新的，因为没有穿过，因为我们那个小的他都长大了，对。Ready to go. Ready to go. 我跟他说了，到那个长针指到十二的时候，他就该走。我们的表还走吗？应该走哈。走吧，走不走啊？可千万别不走。我说了就算。Are you ready 是吧？好了，去去穿鞋。穿鞋。他不想走。我想用短针。No， 短针已经指到九了。OK， 短针要指到十二就了不得，那就等了半夜。拿了吗？哪里的 gift 走了？两个房东吃好了。房东吃好了。在哪里？看的，在我这给他们照相的。对，照相。